辛苦了。来，谢谢，谢谢老师。骑摩托车，我一定会骑摩托车。摩托车是地道。今天秒叔来骑就是摩托车，嘎嘎帅，纯黑的。秒叔，你啥都要。他来的是骑摩托车来的。摩托车是地道。他今天穿的贼摩托，里面一个老头衬衫，外面一个牛仔，然后上面一个皮裤，然后那个一个皮鞋，骑着一个纯黑的摩托车。OK， 就噌就走了。那咱们聊一下分房吧。分房来吧，是吗？咱们几个房间啊？两个房间，就是咱两个人一房间，两个人一屋，两个人一屋。对，咱们先分什么？先分房间还是先分人？先分人吧，就人来吧，就咱俩。人我咱俩行李在一起，就是行李在一块儿。行，是那咱两个人一屋了吗？现在？嗯，真的，可以两个人一屋。对，无所谓，那就来吧，转分房子嘛，那就。人分完了，人是这么分完了，就开始分房子了吧 ？OK。现在就先说房子，第一个房子是。现在是预定出来三个房子。啊，三个房子吗？第一个是那个一楼拐角那个。啊。那就是一楼最里面那个房子。但我觉得这三个房子都贼大。一样。都贼大。那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就是一二三序号呗。那就谁看谁先想哪个屋。啊。就是现在就是最基础的一个玩法。先转到第一个房子，转到谁是谁？第二个房子转到谁是谁？第三个就不用选了。OK， 那这样吧，那咱们这样交叉着站就比较。交叉着站。坐。你站这儿，我站这儿。这样站着也行。我站这儿就行。咱们就第一个房子，第一个房子就是那个一楼最里边是深那个。嗯。一楼有两个房子。最方便的，讲起来。一楼有两个房子是都住是咱们都住一楼吗？还是二楼？也可以。咱直接就转到谁先选，自己心仪的房间。累的时候真的挺累的，就忙的时候从早干到晚，包括拍 MV 的时候都是早上起很早，特别是之前很忙的时候，还有要上学考试要学习，在里面僵持着，所以说现在我的选择就是不如强大自己，拿这个时间再来沉淀一下吧。我就想开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大连，我第一次见到舒阳以为是个女生，然后当时是在大连那段训练时间，那会儿我和贾宝哥是最熟的，因为我俩训练时候站一起，我经常踩到他鞋，他也经常踩到我鞋，然后当时就说踩到他鞋对不起，然后他说没关系，然后他踩到我鞋跟我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我踢这个他得这样子滑起来，我是来自天津，叫做自豪，然后今年马上18岁了，然后这个放出来的时候还有3个月就18岁了。我觉得，我只能说挺好的。
因为每个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性格都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就是怎么说，我们六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六个在一起才是完整的 boy story。从我们六个人从刚开始认识到现在磨到现在，几年了？2016年年底去的韩国，2010年去的韩国，但是我们在2016年夏天的时候好像就去，还是将近秋天去的三亚开始选拔的。然后当时现在已经小6年了，我跟李子柒，我们俩更是小10年了快。然后我也大概也都知道彼此什么人，就刚开始刚认识的时候天经常打架，感觉很不好，因为特别是我们还是 battle 出身的，就像我们几个，龙龙也是打比赛的，我也是打比赛的，西西打比赛的，那打比赛有一臭毛病，就是看谁都不爽，我觉得你就是干不过我，我就是觉得你这就不行，你跳的就不行。因为刚是我们都是跳舞选进去的，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唱歌选进来的吧。我觉得就是因为并没有说有人需要我们去说让我们去背负什么东西去前行，或者是说我们身上必须要背着，我们必须要达到那种高度，是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我们想成为能引领 C-POP 走上国际的人，这是我们给自己定的，并不是别人给我们附加的。现在关系也会争吵啊，也有就是很不爽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累的时候啊。但现在都明白了，就是每个人了解每个人的点了。就比如说我生气的时候，因为没人会来跟我说话，我现在就是生气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就知道看上去他可能就是有些时候开玩笑也是，就是知道那个点了，就是知道再开的话那个人可能会生气了，就会开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就止住。大家让大家都是很乐呵的状态在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好久没有就是说很激烈的吵起来了。就今年，目前回来到现在，去年回北京的时候，就可能刚开始那段时间，大家脾气就是在家待了1-2个月嘛，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可能都会带点自己的这种风土人情在里面，挺好的，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操，这之前是放。这狗妹放做的，狗妹其实很带劲，很有年代感的一个东西。说实话，师傅很爱听，师傅给吧。我在当下就是享受现在的自己，跟享受现在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别管太多，就是活在当下。我现在就是因为某个人没法好好的回来的，我也不说是。对，你回在，赶紧留点脸啊！你可以回在当下，你住在你自己安静的屋子里。别说了，你要是期盼着去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反而会没有更好的结果。他们是我的团伙，然后是在平常可以给予我力量的人，同甘共苦，有难同当，然后有福同享的人。爱等于有，我等于你，等于我们，就是一体的。我能让你感受到我，我感受到你，让你去体会你的喜怒哀乐，然后让你也来感受一下我当时最真实的一些东西，就包括从苦，再到后来的甜，再到一些可以去印证的东西，就是让你做自己就好。因为我还不是说那种特别忙，就是那种就是当下时红的顶流艺人，每天通告忙到什么2-3点，早上5-6点又起的那种。我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空闲的时间，可以去和家里进行沟通啊，包括一些商议一些事情的这个时间。
从小就出来了，对家里就是天天也是经常打视频，就跟我老妈经常打视频，然后的话能回家尽量多回，在家多待，陪陪我妈，就是事业的就 keep going 呗。歌里面的话也可以轻轻的说，包括有些暗讽的东西啊，包括 diss， 但是虽然我现在还没写过 diss， 但我们之间写过 diss， 我们几个之间是写过的，就是因为当时也是玩，为了纯玩嘛，包括我们也是经常放个 beat， 然后就开始 freestyle， 就开始就乱唱瞎唱，就唱东西就大家听着就乐呵的那种，但是就好玩，那氛围特别好。就曾经喜欢过的东西变成工作的话，会失去一点纯粹的东西。纯粹的东西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们内心会有一点微妙的变化，所以我希望我们约定的是保持初心，就是要找回最初那个纯粹的感觉，就让它重新变成你热爱真正喜欢的东西，而不是一味的死板的像机器人一样的工作，完成某项任务和什么，那个我觉得不纯粹，还是。我们六个一起努力做自己喜欢做的，证明给之前那些瞧不起过我们的人啊，然后证明给一直证明我们自己是很强的，然后不是从前的那些小孩子。我们经常在过生日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给对方祝愿的时候，我们都说希望你可以天天开心，希望你可以幸福，希望你可以一帆风顺，但是人生就不是这样。就简单来说，对我来说我很开心，但我也很不开心。开心什么？就是非常的，就是急跟急的一件事情吧。然后也是互相排斥的，就是自己的体内有两种能量，然后一种呢我是非常正向的，然后另一种呢非常负向的。我把负向的自己，我把很负面的自己压住，我就想给你们展现我正面的形象，就是让你们觉得我每天是开心的。因为不想把负面，主要是大家都不想把负面的情绪带给别人，传递给别人。我再说约定，我们之间的约定就是希望彼此开心啊。我觉得约定就是，给我吃一口，下次请你一包。哦，很感激的啊。这个之前在便利店的时候，然后有时候我们我经常他们买吃的，我会随便吃一口。这个就是。这个约定就是狗欠我们一人一个便利店。欠一人一个便利店。早期新月的时候，我经常就吃他们的东西，就蹭一个蹭一个，然后画大饼，然后画着，然后他们都说我欠他便利店。就是每次都是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帮我买一下，然后我那个下次请你，帮我买一下，下次请你。或者就吃一个，下次请你一包，下次请你一包，下次送你一包，对，给我吃一个，下次请你一包。Never ever。从来没有、没有下文了，然后慢慢的我们的便利店就来了，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我想以后一定能实现的。狗狗还是挺大气的，狗狗还是挺大气的。谢谢。然后我呢，对约定这个东西呢，就是分情况分场合，还是就是如果说可能是朋友一起在玩，或者约定啊明天，或者说怎么样啊，然后但是突然之间又来不了了，突然改了，我觉得是 OK 的，我是能接受。然后还有一些约定呢，就是说答应过的东西就一定要做到，就是它是一个在我这儿就是有些东西答应别人就一定要做到，除非是真的有一些外界无法抵挡的因素。我们有约定的，很重要的一个约定。什么？啥？传一下。听你跟一泽宇说。这个不太能。这个约定就是不太能说，但是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有人都要遵守的一个约定，一定要遵守的一个约定。但是有人可能会违反的话，那没有办法。违反的话写歌 diss。
哈哈哈就是这个东西，因为这就涉及到那种约定，有些约定是在心里，但是不能说出来的。这是关于，这就是男人之间的约定。